我代表省级官府，要求回购机器织布局的所有股份。我们不能这么干。如果我们这么干，跟明理有什么区别？明理不就是这样榨取沈家的财富？如此的护着那个寡妇，的确不是为了私利，而是为了私情。一个那个寡妇的私情，整个官都传遍了。那年花开月正圆，赵贵开运解净水。